降价了，降价了，就咱家这款铁棍摄像刀削面啊，又降价了。之前呢 ,15.8, 16.8 拍的哥几家啊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现在呢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 14.8, 给咱发5斤。另外老弟呢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几家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 13.9, 给咱发5斤刀削面。并且呢咱家这款铁棍摄像刀削面配料表很干净啊，只有小麦粉、山药、食用盐还有水这4样啊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它这个山药的含量呢是20%啊，配比呢还是非常高的。看一下咱家的款铁棍上刀削面啊，就是中间厚两边薄，它的口感呢就是爽滑筋道又 Q 弹啊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平常做个凉面了，做个炒面了，做个刀削面了，做个辣子面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吃款刀削面，因为咱家的款刀削面呢配料表干干净净，不含乱码七刀的成分。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厂家直接拿出200单做福利啊，直接是卷到了14.9，给咱发5斤。另外老弟呢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几家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3.9，给咱发5斤刀削面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搂单啊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3.9给咱发5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